云晖级空间自建 OpenSpace Test 网速测速服务器。经常有小伙伴问我说他的 NAS 跟电脑连接传输文件好慢，是不是哪里有问题？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在自己的 NAS 上自建一个 OpenSpace Test 网速测速服务器。首先，我们打开 Docker 搜索 OpenSpace Test Lite， 点击下载。下载完成之后，双击打开。打开之后，我们直接来到端口目录。 分别填上本地端口3000容器端口3000本地端口3001容器端口3001本地端口8844容器端口8080，然后点击应用，容器应用好了之后，新建一个网页，打开链接 HTTP 自己级空间的AP3000，然后就可以尽情测试自己登录网页的设备，链接到 NAS 的网速啦。比如我是千兆有线链接的 NAS， 测了一下也。 跑满了千兆带宽，然后试了一下用手机 WiFi 无线链接的带宽测试，速度不算稳定，但是也还行。